来谁？姜子牙来一首。有何不可呢？这首阿姜，我中路，好吧？你永远不要小瞧一个姜子牙，反向蓄力，正向大赏。姜子牙那真的是六，你感受一下。嗯，等我来。姜子牙那真的是牛。嗯，我们选择法穿鞋加小魔道之石，反手补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，那个叫那个啥，好吧，梦魇之牙。这是很常规的一套，这个关于对面有回血的英雄，比如说程咬金呢，是吧？好，别怕别怕，我在，点他，点，闪现点，一技能，哎，他怎么抢了呀？我弹开分裂按，那个。哎，我一手二技能就好了，我们元芳去哪里？我这太让我伤心了。简单来说，他不会玩。你告诉我，一个元芳抢不过马可的线，打了两万年他不动一下的，是不是离谱啊？这明显我三杀了呀！魔道之石，反手补梦魇之牙，反用这首无情小减速，我疯狂点他闪，你闪，我准备好了，他怎么不闪呢？是吧？难道我都想好了，给他拿捏住了，他一闪，我二技能一弹，人头我的呀。还是让我多少有点伤心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无情清线，你让开，注意啊，恶心他，这个一技能一定要往他脸上甩，然后呢，你下一波操作是，我回弹。蓄力，还是不着急，兄弟们。等兵线过来，我们清兵线非常安全，差不多了。他越过我，我大招蓄力，直接一炮，爽。然后丢个一技能，潇洒离去。兵线清干净，中午河道之灵。记住，这两件套拥有了后，我们就直接补那个梦魇之牙，好吧？然后要卡一个，这个他们刚好看到这道光的时候，怎么说？必须拿捏，一、二、死，蓄力，葛振道，你真的是。我这正向冲击波伤害差了一点，我有点不太想帮上路了，他让我有点失望上路，蓄力。清线这个感觉一般人把握不住的呀，下路折磨他，好吧，算了，别折磨了，回推蓄力大，
然后呢，姬飞一说一技能捡到甲了，往后走，别怕，我在，别怕别怕，相信我，一技能，二技能回推，蓄力波，怎么说，兄弟们，我很想帮他挡，但有一步之遥，我的确没办法。你敢守？你不知道我有闪吗？他不知道。好吧，给了我个大，卡住我位置，我很难受，我回推，我一技能我只能到这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可以多走一步，让他吃这个大招，但是我真的是于心不忍，兄弟们，好吧。我早早就应该让他吃大了，怪我判断失误。不慌，你也能看出我们的节奏很好了吧？蓄力，没事，我倒了，中路兵线吃了，问题也不大。我不知道你们俩，他们推得了这个中路吗？推不了。我觉得推这个兵线应该这个炮车 在打他，因为我一波推不掉，然后我一波波到两个再一技二技能，哎，这样会比较稳一点。就我在这个中路就没有人推得进来，你知道吗？等他们先打一会儿，打一会儿我大招，是吧？前排两个兵直接没有，然后再一二技能把后排那个炮车给补了。六，痛不痛？他痛死了，看到没？这半管血没了，他这还问，是吧？无情一二，小跳救救我！好，姐吃了个大招，还好拉走位，兄弟们不着急，咱们一，咱们大，咱们让他爆炸，回家。难受。
就这个位置，非常到位，兄弟们，达到了吗？真是玩个蛇，不知道人去哪了。哼，开玩笑，这全部都死掉。还不明白吗？你阿牙的伤害就是这么猛。站远一点，要一个非常完美的距离轰到他。什么？他敢有想法？开玩笑，我这像死得掉了。我还在想我出什么，有没有必要面具呢？对面好像都挺脆的呀，搞个面具有点浪费。但做都做到这里了，面具面具面具，那我挂个一技能在这个吕布脸上，他就只有疼的，但是嗷嗷乱叫，还不明白吗？啊，这嗜血闪现是吧？嘘，我的队友情不自禁，可以，没办法，太溜了。你怎么敢的呀他？你播不了吧？他会不会来赚大呀？掩护，出个折磨装备，折磨他们。掩护，谁敢往这过？那你认真弄。正向轰，痛不痛？让我折磨一下。我现在丢个一二技能，他们可难受了，动都动不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救我救我救我救！哎呦，真是离谱！完了，打不了，快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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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撤快撤，你们不行的，没有我打不过的。他二技能惩戒加一技能暗大，我死了。大意了大意。完了，这属于上当了。二击飞没击飞到，那算了，快跑。意思牛啊，没死，怎么可能？我这嗜血闪现，他真是命好。
懂事。啊，你这捡到树了呀，击飞接台回弹接大他落地，你这不是绕一二技能拉开直接死一个，再蓄力大招卡住他了，赶过来各着到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不到。哎，兵线呢，我说往后走往后走，我来帮你掩护去。哎，短了，哦牛啊他，哎，短了短了，对，去灵性小二回弹一手，弹没了。他急了，马克。是吧？我一手一技能，他就是摸不到我呀。我丢个一技能，他差不多要定身了。你这不是闹吗？这他到我脸上直接死了，一技能把他捡了，动都动不了。一二动得了，你这不是视觉闪现？哎呦我嘿呀，好，一技能捡到树，能不能补一手弹？没事，他嗷嗷叫，他捡的他贼难受。一，难不难受？难不难受？难不难受？各阵喽！要不又短了啊，兄弟们，我急了，没办法。哎，他要走出去了，我不尝试一下，有点对不起自己。能不能击飞？我清了兵线，他赶快转，转，给他转，啊，免控啊，没事儿。他是不是要跳弹？他急了，他急了，减速了，回弹，跳不跳？他跳了我，兄弟们，我没细看，我以为他往回跳的呀，他往前面也行吧？好吧，这一波还好，他是点击地呀。好吧，这一波我真的以为他往家里跳啊，他肯定往家里跳守家呀，他怎么跳我呢？跳我也挺好。这 MVP 肯定是颁给该颁给的人，你知道吧？不说了啊，不说了，自己看自己看，看这个 MVP， 哼。以为这个姜子牙他的眼，那姜子牙他就猛，是吧？一二技能，那大招猜一猜，下一个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